鸟台油管配站就用西部时间 www.spoonroad。本人是 TA 记者斯莱特，写于拉斯维加斯。当地时间7月8日的专栏文章《勇士国度最强阵容变异》，我们一直致力于提供优质的内容。译者 Mr. 3 Chris Long， 11 路，编辑库迪。11在西部决赛第二场比赛的前几个小时，摩西穆迪注意到比平时更多的教练和老将向他走来。穆迪是个很敏锐的人，整个赛季他们都在传递这样的信息，时刻准备着。但这一天他从四面八方袭来，背后有着某种程度的预兆，这让我觉得可能有什么事情要发生。穆迪采访时表示，这个事情就是比赛计划有所改变，其中包括把穆迪纳入了轮换阵容。这名新秀还没有在季后赛中打过一分钟有意义的比赛，但在对阵独行侠的比赛中，史蒂夫特尔的团队喜欢穆迪，并且想知道他是否比达米安里更适合被放在第二阵容。勇士队让你这位值得信赖的老将在上半场进入轮转，他表现挣扎，因此他们决定在下半场给穆迪一个机会。直到第三节末，穆迪才得知这一消息。在休息期间，他被告知放弃热身运动，他在第四节开始时上场。此时勇士队落后2分，追梦格林过来给距离20岁生日还有2周的穆迪一些建议，然后穆迪走上了他一生中最大的